今天蓝河小街上想吃的。啊，校园暴力啊！啊，今天你就是我大哥，好吧？大哥，二哥。好，那我这个小肚子就完成你们了。好，哥跟着我，走，吃好东西去。好，老板，这边都有什么？有鸡排三块的，鸡叉骨三块的，小鸡排两块的，鸡柳两块的，星星炸五角星，鱼丸、火腿肠、鸡柳都是一块的。这么好吃的，给我拿个炸五角星、鸡排还有火腿吧。你们两个怎么不拿？你请客呀。没问题啊，想吃什么随便拿就好了呀。我吃了两个这个。大哥哥，你们平时零花钱多不多？我一天零花钱才7块钱。我也不多，就10块。你小子凡尔赛是吧？姐，这小蛋糕怎么卖的？这边的3块，这边的2块。那个小老鼠多少钱？这不是老鼠，这兔子。啊啊啊！那我每人都拿一个吧。大哥，这个好吃吗？好吃啊！老板，来一份3块钱的炒粉和关东煮，可以帮我拿个包吗？可以。好，大哥已经很自觉的整上了。此时走过来一个小朋友，这下面有吃。这是你家摊子？对。好吧，叔，来份2块钱的豆腐脑。好，谢谢。还在这里买到了1块钱的饼，1块钱的豆奶，还有5角钱的魔法师。大哥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好，有人在吗？哎，你好。哦，老板你好。你好。我要份冰的烤梨。好的，好的。你去掉。我可以来个定制版的吗？可以啊。行，那我要一块培根，3块里脊，3个火腿，还有10个鸡蛋，您能做吗？老板拿出锅里仅剩的面糊给我做，整个面糊。是我没把握你心跳的节奏。
老板，这都做过几个蛋的呀？好像十个还是十二个，差不多是五十个数啊。老板，我看你炸鸡蛋过程挺无聊的嘛，好，我给你跳一个助助兴，好吧？好 ，music。哦，我的眼皮跳一下。兄弟，我唱怎么样？挺有天分的。哎，老板，你做这行多久了呀？七八年了吧。这么久了，那我能拜你为师吗？那、啊、不说话就是默认了啊。哎，师傅，你什么星座的呀？天蝎座的。哦，难怪了，天蝎座完美男人呐。哇，宝贝小心点。啊，十个了，十个当然是了 ，OK。师傅，我想听你唱歌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唱首《沉默是金》吧。哇，师傅唱得好好。哎，所谓工作中的快乐就是这样的嘛。京剧好吧。把培根摆得整整齐齐、师傅说让我练个手，摆在中间、可以吗师傅？相当不错，天赋挺高的。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接任你的摊位？什么时候可以？当我们站在舞台的正中间，那么点可能浪费。来，好，谢谢师傅。哎，老板你好，老板，老板那里有美女。哦、老板你好，你好，我拿个骰子牛肉。哦，这是雪花牛肉，因为它是雪花牛肉的背部上面的肉，它吃起来的话口感比较嫩，有一种奶香味，是爆汁。送大家伙。你做一份要多久？一份大概三到四分钟。这个是黄油，它会比较香，闻起来口感会更好。我们这一份卖多少钱呢？一份是25元啊。杀了鸡了。老板，我可以请问一下你是哪里人吗？我是台湾省。你声音好好听哦。老板，我发现你眼睛也好好看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是黑胡椒酱的啊，这个是蜂蜜芥末酱的啊。好，谢谢老板。看着真的很不错。